Hello， 各位小伙伴们，新的一年新的开始，自然要推荐一波新的电视剧给大家啦。时隔五年再度出演古装剧的林依晨，这次携手黎静、义军、张冰冰带来了小女花不弃。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虽然比男主大了那么一丢丢，但不知道是不是林依晨小姐姐吃了防腐剂，不仅看不出两人的年龄差，姐反而觉得二人的 CP 感十足呢。大概是因为从小在外颠沛流离，林依晨饰演的花不弃性格调皮，经常跑到隔壁傻哥哥家偷地瓜吃，但好在为人乖巧懂事，热情善良，有事没事就好打抱不平之类的。虽然常常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但谁让人家自带主角光环呢？以往总是以酷 boy 形象示人的张冰冰，这次也不例外。身为七王爷家的独子，不愿卷入朝廷纷争，放着好好的富二代不当，非要化身江湖侠士连衣客，行走江湖锄强扶弱。说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这位小哥哥也是个好出手打抱不平的人，也就这样子和花不弃相遇了。虽然二人相识后一直打打闹闹吵架不停歇，但始终抵不过真香定律。就这样子，古代版我可能不会爱上你这小乞丐的花式逆袭以及王子民间寻妻记就要上演啦。姐瞧着这部剧也是走着甜虐范儿的，前面有多甜后面就有多虐，所以各位小可爱们，我们要一起珍惜莲花 CP 甜甜的相爱相杀，不然到后面只有哭泣的味儿了。